今天我们很开心，我们庆祝玛利亚，她愿意跟天主合作。我们庆祝这八位，他们的能力也是愿意跟天主合作。那今天弥撒最后，我们也会庆祝我们圣宴会的，平常有圣神会的，不，今年没有了，他们的周年，法院周年，有的是25年前法院，一个是50年前法院，还有60年当神父，我们都是也是庆祝他们，可能更需要庆祝，因为开始的时候比较简单讲话。50、60年为天主服务，这个真是伟大的，所以今天也会庆祝他们。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方式，无论是平信徒、会士、神父、主教，我们都是要跟随耶稣、跟耶稣、跟天主合作。所以每一位感谢天主赐给我们的圣召，我们愿意跟随耶稣、跟天主合作。好，我们祈求天主帮助我们每一位，按我们实际的情况，我们的圣召，真的来聆听天主的话，真正的跟玛利亚、跟修士们、门徒们一样，跟随耶稣、跟天主，按他的旨意来生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请大家祈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他既选拔了这些弟兄宣发圣愿，愿他仁慈的赐予他们丰厚的恩宠和福佑。请六位赞愿的修士跪下，两位终身愿俯伏在地。诸圣祷文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，使我们应尽的职务得蒙你的仁慈救佑，并使我们所选定的这位献身与献上工作的人蒙受你的福佑和圣化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，阿们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神，我的传道修士依教圣言会回归，隆重地向你宣发终身秉种正解服从圣愿。我在薄殿宏神父中总会长之台代表台前及众会友
一切经友面前与子誓愿。现在每一位发愿者也签署上他的名字，也代表向天主，也在天主的见证下会长跟各位经友的见证下。